林里面啦。那个没有啊，崩掉没有用啊，崩掉那个已经破掉了。你没看到那个谁哇，射掉了！那个你说他的那个弹枝，弹枝都已经溅出来就没用了吗？哎，院长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多的蛋蛋可以把它冰起来啊？木有啊，我这边只有一个牛的，一个马的。那那个牛跟院马的对你来说太大了，养乐多。院我跟长啊，你讲，我有要一个是问题想你中了请牛问撞啊。了马的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每天都要在车库打啊，撸个不知道几管才能发泄掉那些精力啊。院长，我有一个疑问啊，如果一颗是我的，一颗是动物的啊，那如果生出来的小孩，那到底会变啥的啊？啊，木有关系啊，你那个只是一个容器，你知道不？里面的那个小蝌蚪还啊，是你的呀，你不用养太乐担心多，啊。有你的老蛋板蛋呐、啊，娘，叫他帮你装回啊？去啦。可是院长说崩掉了，坏的啊！掉了，我刚拿一枪把在它打破呀、啊，英了。金说有啊，谁的有备啦品有啊？啦。哦，那个布边捡的啦，你要不要？很符啊，合，很像你之前那颗蛋蛋啦、啊。路边的你就相信他吧，他是这个生殖泌尿科的专业啊。茶叶蛋对吧？啊，多多，多多快点啦，赶应快！该是茶叶蛋吧？不要再质疑了，就跟你路的那边颗的一样啦，那个是什么蛋呢、啊？路边的是什茶叶蛋么？呐、啊，跟你一样茶叶黑黑蛋。的啦，你不要路问这边么有蛋多。可以捡啊，这世界蛋真多。啊，你找一张床你喜欢的。那燕京，你帮他用好不好？那个你蛋专有没业的，有你帮，消毒过啦？有你啦，帮一他定装有完再排毒啦。啊，有毒也没关系啊，装完再你排毒先就帮行他装了。啊，我在外面等啊。好了，再跟我说。啊，把年龄这种东西你别看吧。娟姐加油啊！燕京，咱把用完之后帮我排今个天毒帮啊。好多人排，我好累哦。我今天。啊，多多，我可以不要帮你我补排，贴多你一点多。啊，我补贴那、啊、你一如点果钱啊。有毒怎么办啊？谁要帮我排毒啊？当然是燕京啊，燕京排毒跟生殖泌尿专业的啊，你我相信他你一好般不？费用多少啊？我多给你啊，我多给还你一是倍。纸币，你要不要帮他排排看？你见习了这么久，我才刚看你排了一个人呢，还学的不是很上手呢。不然这个学长，你找我来了3天，你总是比我熟悉的吧？我觉得我要训练一个接班人啊，不然我这样一天太累了，我这样受不啊，了。对了，紫薇啊，我没有问过你是什么专业的。我呀，我这学艺不精，我这脑科学的。脑科学啊，行，脑科学挺牛逼，我之前有啊，做我过在开帮你脑手装了术啦，多啊，多。虽然我是胸腔没问科题，的没问医题，你只要有没有中到打麻脑的都拿醉？来让我看一看有啊。啦，有要帮你打啊，麻行醉了行，啦，只是他现在还是有一点感觉，还没有你完是全不是好打啦。错了啊？我刚什刚么？局部麻醉，哎，你有打对啊？没有，有感觉就代表说你还没有坏死，你懂吗？啊，如果真的没有感觉的话，就没救了。太强了那吧！这个要静养几天？这个静养5个月啦，要等他就是哎呀，完这个全院长啊，院长，结合我住。会自己排毒啊。咋地院呀？长，你要我先刚自己漏身说体了，自行除了排毒脑科看之看，外，看这其个实孕我还特妇有别没擅有长不直正肠科。常。那如果啊，正直常肠就不科用回那来没复问诊，题对不啊。对？是啊，好我嘞，今天才好刚刚好，帮看了一个好。男子，他不小那心你肛这裂个了。我的腿的石膏哎，帮我刚检好是查我一们医院下。缺的专业好，我啊，帮你检像我查一这个下。心脏内科还有胸腔科的啊，很多我已人经感哎，觉医好院了，很多人受伤啊，哎，学学弟弟交石给你膏不了。舒服啊，然后没泌问尿题，科、没问骨题。科，再完加上了，这个脑科，完了，大来，牛是不是纸纸币这边，边，脑科直肠三张科，三张床，三张床，你们先躺着，你先躺着。我院听长，不到麻烦大服啊，务大牛一下好不服啊。好？纸币，这是大牛。我跟你好的，汇那报我一帮下，你这拍三好个人了。刚刚都从二楼摔下来大牛哥，二楼摔下来，对他对得自己对，休息5个月。大牛哥，你整换发会给型我处理了？吧。谢谢你了，啊，这个交给我，这个交给我。啊，看是不是腰都没有扭到，弯有的掉。摔下来之后扭到，啊，有的摔下来可能还骨裂，甚至骨折我的，帮那他，就不这个交给我吧，我骨科专业的。我啊，的纸币脚，这个大交牛给哥，你你喽。换发型了是吧？对啊，我烫头发了。哎，你这发你型和卖出头发去还啊，真的挺不适合你的，这样你话你要当出去啊。37岁的老处男，5000块，我36岁啊，三十我的意思是你，你如果你顶着这当女个患头，还者，是会再当你一去年的检处查一男下他们的小蛋雨，蛋有听没有到问吗？题。
有听得到，怎么？不能随便。你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我的大腿，你帮他们检查啦。大腿内侧很痛，很痛。我今天检查太多，哪能着地啊？然后我也要休息的啊。小腿也有点痛。我付钱给你，快去检查他们好不好？我的手也怪怪的。你赶快在这边躺好，好不好？我说我脚痛。哎，记者，你就是拍个照，也别挡着路。学弟，别乱拍啊。学弟，冰晶啊。X 光啊。我付钱给你，帮他们检查一下蛋蛋呐。大牛，你稍等啊。我先给你个止痛药。不能随便检查一下蛋蛋哦，你知道？来了，我先帮你检查一下，你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位哦。对，我是最。冰晶啊，我生命硬币患者，我也会担心他们的健康没有照顾到啊。啊，他们没有受伤到蛋蛋就不用检查啊？你是因为有受伤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那你再检查一次啦。你是哪儿着地啊？我是那个手，检查他们的手着地健康了，对，我帮您看一看啊，我先帮您把这个血迹给擦一擦，好，没有蛋蛋这种东西就是，哎兄弟我应该没有问题吧，我现在很健康，学姐你可以打我一拳吗？啊你们怎么一直看我才知道啊？我现在卡住了，声音吗？就是比较，我不知道谁在跟我说话，哇好像没什么帮助哎。好像没帮助。哎，有人死掉了。护士小姐，我可以支援的吗？我卡住了。还不行呢，我看你这个手，这在干嘛？这在干嘛？怎么开始希腊肠了？骨折呢？为什么有人希腊肠啊？你先放我下来，我直接睡一下，我睡一下。哎呦，我的妈！你在干嘛？不要希腊。你这不行，你这骨折，我得帮你打个骨钉啊。这个我去哦。是啊，我可以支援的吗？医护局很混乱，你赶快出院，快点。多多过来啦，多多过来。护士要给你医药费。哇，怎么晚上那么忙啊？我去做早班好了，这很好玩。哎，走啊！怎么这么忙啊？我快饿死了，天哪！嗯，死在家里。这我要怎么救啊？病人交给你们了，这里有点太混乱了。这里停一下。交给你们了，我冲走，我现在就。你们会不会也这样子？就是你刚好打开背包的时候，你用到了手机，等我一下，然后就完全卡了。啊，这样就没法子，你只能去给外星人调整一下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不能这样子按到。哇，我手指太粗了。你去泡个茶再回来吧。好，我喝个茶再回来。你有看到吗？在哪里？你指一下好不好？这边有一滩血，可是，哎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出现幻觉，尸体不见了。有在这吗？嘻嘻，有听到吗？哀嚎一下，哀嚎一下。老师，你可能在外面，我看一下。我现在在救一个人哦。阿坤要去了，阿坤要去了。好，43。哦，他应该是在这里，他应该是在这里。院长想去睡觉啊，只是明天早班啦。可是我也看不到他。我在努力按了。现场就交给你们了，你们今天人力充足啊，我去值明天日班啊，我怕明天日班没有人来值。好，院长辛苦了。可以啊，我们现在人超多的。
啊，要撑住啊，今天晚上病患也是特娘的多啊。对啊，还很多人来投蛋蛋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刚好跳出来。加油了，远张要在水家医院来，不要来楼上找我。好。哦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又很想。现在医院人超多，所以我们、哦、我们啊，抱歉，上车吧。好，拍起来。没有了，你等下来找我。啊，不过有人要排毒，也不要找我哦。我要休息一下，我今天发功发太多次了。你给我手太酸吗？针在这里好不好？你说医院人很多，我就不麻烦你了。没有，就回去擦个药而已。走啦，这是院长规定的。哎、欸，嘿嘿，你等下再找我拿。还是你要现在拿？好，你现在拿。哎、欸，医护，你等我一下好不 好, 好？我拿个东西。行。怎么会死在家里？好奇妙、哦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太平洋抢劫，糟了！好，不太想关台哦。从11点要关到现在，快一点了，哎，已经一点了哎。哦，我觉得明天应该正式早上会累死。当然是只有他在外观啊。哎，我先去忙一下啊、哦。好 ，OK。啊，你怎么会死在家里啊？啊？刚刚他说你死在里面，然后刚刚救你的时候却在外面啊？他把我拉出来了。哦，啊是怎么死掉的啊？怎么受伤的、啊？饿死的。哦，那我是饿死的。那了解了解，掉个点滴就好了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就挑张床躺着吧。快把他叫回来，他还没有付他医药费呢。我靠，在哪？怎么了？我在这。那接不说话，接不说话。等一下，我有病人，你先休养一下。这应该要休养5个月。学妹，你有跟他收医药费了吗？那个大牛还没呢，我正要去找他。那你就掉个点滴，5个小时后就可以走了。好。那这样子收你1500。好。那等下点滴干了，你就可以走了。谢谢。哎。还好吗？可以出院了吗？你。都好了吗？这张床哦，你如果会晕再躺一下吧。小雨康复了吗？今天好多人。小雨你还好吗？还好，就是大腿内侧，还是有一点痛。酸酸的、哦，休息一下吧，休息一下吧。你再躺一下吧。我觉得好，可以。那我先帮你照一下，简单照一下 X 光，好不好？好，应该可以。可以走了吗？好了，我走了，我们休息吧。感谢。你们 X 光的那个相机很新颖诶，跟我拍照的很像诶。哎，小五，我们这个是不同的技术啊，只是看起来很像而已。但我们这是 X 光机。你这个袜子很不错诶， okay. 绝对领域诶。我看一下，漂亮。这里还好啦，没有什么大碍，扭到。啊，这边骨头有点歪掉，这个不错，帮你调正就好了。对啊，然后稍微固定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啊，这样多少钱？那
这样1000块啊，1000块。那是给现金吗？因为，对，给现金啊。如果你没有现金的话，就先欠着吧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现金应该是有，都会算在账上。这样，那你有需要麻醉吗？还是直接来？哦，直接来就可以了，小事情。好好好，那就是还是要忍耐一下，因为还是会有点痛，会有点刺痛，这样一点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好好。哦，还可以吗？如果需要麻醉的话，我可以随时停。医护大哥，怎么了？那个刚刚他好像没有帮我治疗完全呢，我这个伤口好像血还是没有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帮你包一下。等一下，医护大哥，你是哪一位啊？我是吴涛涛。涛涛啊，德华哥，大牛哥，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车上讲的那一个很像有被虐倾向的那个人啊。他是德 M，欸，很大声呢。很大声呢，小云讲，你真的很不会讲悄悄话哦。啊？你讲太大声。我的车被开走啦！好像是有人去救命，所以开走了吧？怎么停在这里啊？我是吃八分满，跟那个喝八分饱。那个，哦，他，你朋友嘞？没有，我们只是刚刚要讲事情。啊，车子呢？不然我载你回去啊。车子在后面，车在后面。好好好，好，慢走慢走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简小姐，你怎么又在草丛里面？要滚！哎，哦，不行！有人要吗？我去，我去。哦，好。刚刚那个六一有人去吗？六一我不知道哎。
不是啦，八八嘛，八八有人去吗？八八我去了，八八是我。哦、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除了吴套套，还有人开机那个吗？医院的车吗？哎、欸，学妹，你怎么会来？啊，我车嘞！哦。抱歉啦，我停的啦，因为刚刚这边大乱啦、啊，不好意思哦、喔。啊，你停的？啊，你怎么开的？没有锁啊。我有锁吧？没有啊，你看。欸？刚刚这没锁欸、相信我。学弟，道歉就好了，没事。抱歉，抱歉。没事啊，没没，你车没有。移车没关系啊，不要是，你不要也是那个。UCMC 的那个爱好者就好了。好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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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、欸啊，这台是谁的车啊？哎、欸欸啊，这个我打不开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讲一下讲一下。好好，你们走，好好好你们走。这我不知道谁的车啊。哦，对啊，他们是说斜线119，然后空白，然后井编号，然后打 com， 那干嘛、啊？这不是我的车，我车顶是红的啊，谁的车啊？那车被开走了，这不是我的啊。对啊。这香也切啊！你才刚出来啊！我才刚走出来，妈的！女的应该抱不动你吧？可以的，你们那个田英晶很壮的。哦，那当然啊，她的手。哦，会可以了，会了会了。那我们要再去试一次吗？我妈冒着生命危险再试一次。可是牛哥，你要先包扎你。你看，门又开了啊。欸，很好，很好甩、欸。医生，不好意思，医生，不好意思，有人有卖绷带吗？一个八百，你要几个？绷一次的话就可以全满，是不是？崩一次看伤口大小啊，我先帮你崩崩看啊。我买六哦，好，买六个好了，我买六个好了。哦，直接买吗？好啊。那你是开收据吗？还是我直接给你钱？给我钱。直接给你钱吗？还是开单给我？哦，直接给，直接给。好好，六个的话八百。4800，稍等一下。OK， 已经给了，谢谢。好啦，我也给了，谢啦。哎、欸，那像我现在如果有一些受伤的话，可以我直接帮你包啦。我们旁边，不然等下被车撞，乖乖乖。这样有好吗？要怎么看？哦，好了，医生可以过来一下吗？医生，哎，我兄弟，这里，你们那里好玩吗？我们那儿啊，不太
你也可以帮，你也可以帮他包一下嘛，因为他刚刚好像摔傻了。大牛，怎么了？我找医生来，先帮你包了。我刚刚买了，他先帮你包干净，快点找医生。我刚因为刚刚好像没有帮我包完。哦，你是说刚刚因为太忙了啦？哪一位要包？对啊，对啊，两位都要吗？我。这个。对，医生人很好，怎么称呼？我叫小心肝。小心肝哦。哦。麻烦你帮我包一下。那其实可以叫我小心或阿心就好了。新来的吗？嗯，对啊，第三天上班。好了好了。好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是不是绿色的那个？绿色的什么？就是我的身体状况。身体状况。嗯。是要怎么知道我的身体状况？是已经看手机上面那个健康值，对不对？色的那对，手机的那个健康值是绿色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你的健康满不满啊 ？APP， 对我有个 APP， 我们有下载小米手环。嗯，对，就是绿色要满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们声音就是我，你们那天在警局唱歌，我就在下面拍手的啊。啊，就是你啊。对啊，对啊。你要哪一条？对，就是我。留个电话，很捧我们的场。我看一下哦。来，导心吗？我是22852，22815。哦，你们那天唱歌真的很棒，很好听哎。应该只有我好听吧？嗯，对，另外一个好像在旁边伴舞吧。哇，这男的。好了，有了。好，再传给我。大牛。嗯。好，感谢。感谢。阿德华也传给我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哎，那个人感。Auto。先存起来，可恶，然后车在这里啊。我的车回来啦，我安心啦。都锁起来了，可恶。没办法，突然他们晚班好忙哦。六个医护还忙不过来。哎，大炮，那个营养医生，你再跳一下，你再跳一下，怪怪的。好，有了。营养针的费用是1000块、啊。那到柜台给你吗？还是这里？是，这也可以。不要那我直接给你，帮他做一些比较没礼貌的，直接给我丢地上。我们院长已经下班了，还好他不在了，不然我很怕他会拿他另外一颗蛋。你需要我这把刀吗？好啊，谢谢。刚好我也是缺一把刀。哎呀，这把刀给你啊，涛涛。一下子不会痛的。哎呀，你妈了个逼，是啥呀？我操！没事，哎，你已经麻醉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他是不是有点梦游的倾向啊？很有啊，我学长都这样子的。梦游会不会打人啊？很危险哎。刚刚都拿枪出来了。没事了，我先小心把它缝上去啊。可以啊，这个蛋可能。我的电话啊，有事也可以找我。哦，没问题。大炮子没有。谢谢你了，您好好照顾自己啊，家人都在墨西哥，您自己在这里不好好吃饭怎么行？哎，姐夫。嗨，怎么了？他没事了啦，你就可以把他带回去了。那你记得提醒他按时吃饭啊。好。学姐辛苦啦，放假还常常往医院跑。没事啊，我离开医院不太习惯，就还是回来啊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所以学姐要请假几天啊？要哪位学姐要请假？我没有要请假，我要上班。不然怎么说放假、啊？现在是下班了吧？哦，我不是请假、哦，我刚刚去上班，我要去换衣服。哦哦哦，我以为你放假了。没有啦，想说因为学弟叫我下班，说人手够，我想说，可是我没上班也不知道干嘛，就继续上班好了。那就来吧。学姐真的是尽忠职守啊。啊，对，你找我干嘛？你是怎样？刚不叫我吗？你刚去哪儿啦？救到谁啦？蛋蛋很流行啊。我刚现在跑去别人住宅里面救人啊。啊，跑到人家家里去啊？因为前阵子阴茎家里不知道为什么地毯上都是血，叫我进去救啊。一直把人家蛋蛋割掉啊。现在好像那个黑市抢手货哎、欸。看着你吃着吃着，我也饿了、欸。哎，就是执勤的时候都不能好好吃一顿，平常就只能这样子忙里偷闲，吃点饭，喝点水。昨天晚班也这么忙吗？医护很辛苦的呀。昨天晚班也这么忙吗？昨天晚班我也才刚上班，其实也不是那么了解。我昨天晚上也就救了两个人吧，所以就。我也觉得还好，谁知道今天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人人都出事，人人蛋蛋都出事。我还真的第一次看到医院里面那么多人哎、欸。是吧？那蛋蛋事多。哎，学长，我冥想一下，你忙，我冥想一会儿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还有啥？急救包要拿。不要拿。汉堡11，矿泉水10。